好，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我系主持少玲，有话二啦，系啦，咁我哋介绍下今日嘅嘉宾先，系我系 Hacko 气球鱼屋嘅，我系阿河马仔啦，又嚟啦，系我系风林火山嘅月光。我是 Rainbow Gala 的主辦人小撒，咁大家聽到小撒的聲音啦，就知道我哋今日講的自然是呢個 RG 啦。我想講咧，我聽到風林火山的聲音又點計咧？同人咯。咦？呢次好像是上次同人活動之中，我哋講嘅係年幾前嘅咯。如果講同人活動係咪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啊，咁啊，今次終於請到主辦機構啦，又請到話香港即係好有名嘅同人界嘅組織嚟啦。咁啊，真係冇錯啦。係啦，咁啊，首先啊，問下小撒先啦。其實嗱 ，RG 咁啊，其實都已經辦到第九屆啦。因為一開始其實都已經係有呢個 Commerce World CW 嗰邊開始先嘅啦。咁其實點解會係想搞 RG 多一個嘅同人嘅活動出嚟嘅咧？其實因為本身我想做漫畫家的、嗯、但是呢因為幾經波折啦，其實我捱了一年幾沒事做的時候都做不到漫畫家的時候呢，那我開始即都會跟自己說，其實是不是即這個圈裡面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位置咯、嗯、那所以我覺得啊，既然我是畫畫不叻嘅，咁但係可能我組織方面啊、主辦方面啊嘅能力係比較好啲嘅時候，咁呢個就係我可以為呢個圈做到嘅一樣嘢咯。嗯，即係點講咧？其實都我唔可以話佢係一個安慰嚟嘅，另一種形式嘅參與啦。係啊，另一種形式嘅參與啦，而家。嗯，係啦，咁其實我都見其實 RG 其實每年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其實我都見到即係每年都會有一啲創新嘅，即係好似其實之前啊，我哋友台啦、動費啦嗰邊都有啲 gap show 啦，或者係搞翻一啲嘅專題嘅，好似東方嘅東方街啦嗰啲啦，其實都有好多依類型唔同嘅活動嘅。RG 2007年10月30日開始咧，其實講真話，嗰次我都見得真係人係比想象之中多好多，嗰次即係我哋感覺上，哇咁多人一個新嘅 RG。新嘅同人節目喎，哇咁多人嚟嘅，咁啊啲人起出身嘅，諗住會唔會即係好少人嚟咁，有時有啲咁，但係哇咁多人嚟，我哋都係較為意外啲嘅嗰次。咁當然越搞越好，就當然更加即係投入咗更加多人嚟啦。唔係因為其實我嗰陣時我都聽翻一啲同人嘅朋友講嘅，其實即係佢哋開頭嗰時多咗個活動嗰時，其實佢哋會即係擔心話畫唔畫得切嘅咧，其實。係啊，其實當初第一屆搞嘅時候咧，反而咧係會多啲人參加，就好似你頭先講嘅，好似啲人好有好奇心啊，睇下你點樣先啊，參加一下睇下點先，所以反而咧第一屆咧係比想象中多人啊，但係之後咧反而咧嗰、那個數字咧跌翻咗落去咯，有幾屆，咁嗰時都好緊張啊，尤其是第二屆啊、第四五屆嘅時候咧，直情係跌到根本啲人係3點鐘個場已經吉曬咁樣，嗰時都好擔心過咯。因為其實我見其實因為開頭 RG 一開始嗰陣時啦，其實我見到啲旗嗰方面其實有時少人嘅原因，我相信可能真係因為同CW嗰邊有關係，因為太近啦，實在係。係啊，同埋就算佢近得嚟，即係你揾到一個假日，嗰、那個假日都唔係最熱門嘅咯。即係你都知道啲大展覽都係暑假搞啊，係啊，咁啊農曆新年啊啲人啊最多錢啊，所以我哋呢啲都係次要啲嘅選擇咯。在冇得揀裡面的叫做多啲人的日子咯。咁我相信應該其實即係初期舉辦嗰時，其實可能好多都是話一啲租場啊嗰邊日期嗰方面未拿捏得好嘅啫。其實係。其實我哋都諗過即係揀嗰啲熱門日子嘅。不過咧，呢個就係嗰、那個佢哋個行規咯，應該就係、是即係太近嘅時間裡面咧，係唔可以出現一啲咧好相同嘅活動舉辦。係、哦、啊，因為佢要保障翻嗰啲參展嗰啲人嘅。係啦係啦，搞展覽，搞展覽嗰啲係啊，即係 RG 其實開頭嗰陣時，其實一開頭我幾著眼，我最記得有一屆就開始就係用翻即係 Wimble 彩虹嗰個嘅分區形式，因為其實 CW 嗰陣時其實我有個感覺 CW 其實幾亂下嘅，某程度上分檔。其實應該話 Rainbow Gala 我見印象幾深刻。Rainbow Gala 一嗰陣應該緊接住 CW23定唔知24嗰陣時之後嘅，因為嗰陣時嗰屆冇記錯就係一個知道佢嘅本來佢搞兩個場嘅，就係臨時出咗事，唔知咩事，佢哋話 book 人太少 ，cut 到翻一個場，呢、這個場就勁逼嘅，就俾佢亂七八糟。
跟住就搞到當時即係我哋參展嘅人就比較多啲怨氣。咁之後就聽到話，咦 ，LG 有個新嘅同人展出咗嚟喎。咁我哋不如作成去睇下佢有咩同，因為當時真係幾谷氣嘅，就睇咩新嘅感受，就好似咁嘅事嘅，係咪？冇印象都係咁樣嘅，係。你都啱，就係咧，其實嗰個已經係第三屆嘅事啦。咁點解我哋會有呢個第三屆出現呢？其實本身咧，我哋一年咧嘅十二月只會搞一次嘅啫。咁就係因為我哋即係見到嗰時嗰個咁嘅情況，有好多組織咧都 book 唔到攤位啊，而家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咗四月復活節咧再搞多一場咯。係嗰時我哋開始變成一年有兩屆㗎。嗯，我見你哋咧通常十二月同四月咧就 RG 係兩次個即係分佈啦。咁你話睇翻，其實我都覺得 RG 有啲新遊嘅，即係例如 RG 會有呢個 VIP 飛咧喺第四屆開始啦。咁另外仲有話，即係我記得咧係第四五屆咧係個 stage 係擺喺中間嘅，其餘嗰啲日子咧個 stage 係擺曬邊位嘅呢、這個我就咁啊，即係睇翻同埋有樣幾好，我覺得 RG 一咧點解咁受歡迎咧？因為 RG 一曾經試過一年咧 ，RG 一嗰年咧就係咧喺入面室內排隊嘅，嗰年就唔使大。家又食曬風啊！哇，真係嗰日得幾度嘅啫，如果冇記錯咁啊，你話即係睇落去，同埋咧佢第二屆開始有動費個 get show 啦，咁啊有呢啲棟篤笑啊嘅 get show， 其實相對嚟講，我哋會即係更加感覺哇，咦有多啲嘢睇，即係再更加多唔同嘅元素睇。咁啊第六屆更加好就是、有美香阿琪嘅演唱會啦，及後就我最記得就啊，哇女仔記性好好喎、啊。係有抄錄史，好好記性啊！俾我哋主持進境加好記性。同埋咧，即係我都有留意，你都會即係有時會讚下嗰個 VIP 嗰個制度嘅。但係當然亦都有唔少嘅人咧，係即係都喺呢方面有投訴，即係好難取得一個平衡嘅。或者我咁諗，其實開頭我聽到話有 VIP 個制度，因為其實我自己咁睇啦，喺你同人活動裏面，其實都係分兩種人嘅。第一種其實就可能就係真係要一入場就即刻買一啲大手嘅商品啦，咁其實好容易嗰啲就會賣曬啦。咁其實我覺得 VIP 飛其實貨翻嗰啲人嘅話，其實係嗰、那個概念係幾好嘅。其實我覺得係，唔係啊，你錯啦，要排隊衝入去買嗰啲，通常係唔知朝頭早唔知幾點要排成隊㗎啦。或者佢根本係組織啲朋友。唔係啦，我訪問我都訪問過第一個排頭位，每年都有好神心咁樣撕搭 RG， 即係總之第一個嚟到嗰個人啦。咁我哋都訪問過佢，大概係幾點鐘嚟排隊嘅？咁佢俾咗個心得我嘅，佢就話：朝頭早校定鬧鐘，五點鐘起身查。咁我今日話問啦，哇，五點鐘起身查？係啊，我六點前就去到呢個九展㗎啦。咁如果即係大家想挑戰呢位朋友嘅咧，可能六點前就要飛到去啦。咁就點樣去呢？咁啊，地鐵應該唔得啦。如果係就可能要打的啦。坐 C3 咯。早四日前排隊，咁嗰啲唔係排嗰啲嘛，你明白嗰啲係排乜嘢㗎啦？嗰啲幾千人至一萬人嗰啲嘢㗎嘛，係啦。次次我哋基本上咧都會同翻佢哋講，你咁早你冇用㗎，我哋未開始排隊。係啊，但每次都會有幾個好神心嘅人咧，即係五六個人咁就會坐喺門口等我哋㗎啦，仲早過我哋翻工。咁因為其實我覺得就 RG 嗰個感覺，即係你哋每次去改嗰個制度嗰陣時，其實都會睇翻就係好似話參觀人士啊，或者即係可能話擺檔嘅同人單位裏面，其實佢哋有啲咩 feedback。其實我記得就好似你好似話 VIP 嗰個，其實我記得我聽過某啲討論區裏面同一啲人講嘅，佢話VIP 話我唔使排隊，即係可能有啲人即係頭先好似話買嘢嗰班如是啦，有啲可能冇六點鐘咁早嘅，佢哋又真係起唔起身嘅。其實 VIP 真係對佢哋有幫助一定嘅。咁同埋有一啲就係可能話我純粹想入去睇，但係一見到條龍，我就覺得我唔排隊㗎啦，我都係諗住走㗎啦。即係其實會對嗰班人認識呢個同人活動嘅機會係少咗咯。同埋我都訪問過咧買 VIP 飛嘅人啦，咁大概每次好200张到定100多张到啦。係啊，我哋會限住個數目㗎。佢哋話咧，大部分咧其實我即係驟眼睇咧，因為都 VIP 飛都要行條長龍㗎嘛，同埋今次就啱對曬一次，可以早一個鐘頭可以入場啊。咁咧就個情況就係佢哋多數係會20岁至30岁到嘅即係同人愛好者會入場咯，即係我以我所個統計嚟講，就少一啲，譬如好似10几岁啊嗰啲，一十幾歲嗰啲會排隊，覺得即係我排隊排朝頭早冇所謂。第二三十歲嗰啲即係翻工嗰啲，真係哇，張 VIP 飛真係好醒神㗎，大家覺得係㗎。咁個人實際經歷啦，咁有次放工大概一趕住去㗎就2、3点，咁如果真係排隊咧，就可能4点就得去嘅。咁我不如我俾多少少錢我出嚟做嘢嘅冇所謂啦，俾多少錢買張 VIP 飛直接入場，可能同啲朋友打個招呼啊。攞呢兩杯就算㗎啦，咁其實就唔會就無傷大，我覺得幾好嘅係。嗯。
咁啊都想問，再問下小沙，其實見到每一次 RLG 其實都會有一個主題嘅topic 喺度啊，咁其實嗰個 topic 其實你係點樣諗嘅呢？其實我覺得那個 topic 咧，而家漸漸咧已經冇乜人去理噶啦，點解咧？對佢充滿緊猶豫啊，而家。點解咧？因為咧最初咧即係比較即係第二屆開始我就有噶啦，咁就係一件女服衫咁樣啦，咁啊之後仲有啲水手服啊、校服咁嘅嘢，即係嗰啲都係好代。點講咧？好有代表性噶嘛，即係代表 ACG 啊，女部水手服咁，跟住咧下一屆開始，我已經開始，哎呀死啦！我乾糖啦，你未搞過啦和服之夜啊？講完啊，係啊，我有一屆係女毛衫嚟㗎，唔係嗰啲毛女毛有衫，係啊係啊，但係跟住發現咗啲人就會開始話。你嗰啲 staff 有衫著，但係咧我入到場裡面咧都冇嗰個氣氛嘅咁樣，咁所以開始我覺得啊，我搞嚟做咩咧咁嘅？都係一種嘗試嚟嘅，我覺得都需要嘅。不斷咁樣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即係試下做，等啲人覺得有啲特色咯。係啊。咁或者其實問一下啲同人組織嗰邊，你哋即係對 RLG 嗰個感覺係點樣咧？即係比斯德啊，或者係其他其他地區，就可能中國大陸啊，或者係台灣嘅同人活動，有啲咩唔同嘅感覺呢？其實一開始我哋覺得 RLG 嗰陣時咧，都係即係好似你哋啱啱話齋，其實都係試驗性質嘅。咁但係當一年喺香港出現咗兩次私執啦，咁再加完兩次 RLG 嘅時候，咁其實慢慢就會變成習慣咗，甚至覺得係需要咯，已經係即係慣咗有個咁樣活動，原來大家係可以一年出四次嘅嘢嘅，一年可以準備四次嘅，咁其實。對於我哋呢啲想係有心喺呢一方面發展啊，或者創作更多嘢嘅人嚟講啦，其實係會更加好咯。咁我自己覺得就係RLG 個感覺係更加有同人氣氛咯。咁因為可能有個主題性啦，咁又我覺得啲 staff 係好友善嘅，即係呢個係十分之讚賞嘅。呢個對於一個即係次等啲嘅活動咧，即係服務方面啊，千祈唔好咁講而家。即係我哋即係都會覺得服務需要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唯一比較好啲嘅嘢咯。即係大型嘅我又做唔到啦，咁所以唯有喺啲比較細節啲嘅地方咧，我哋一定要做好啲咯。咁樣其實嗱，我諗其實真係好似頭先阿月光都講過一個問題，就係話原來都可以即係習慣咗，即係因為其實我諗初期其實大家真係最唔習慣就係、一年可能有兩個同人活動，咁一年我真係要即係如果真係要出新本，即係我要畫兩本，咁其實開頭我諗相信係咪即係大家都係覺得依方面係有啲唔習慣，就係話哇原來又要做多咁多嘢，有啲時間又好似唔多夠用咁樣嘅咧。係啦，即係一開始抱住會唔會話一年有四個活動，會唔會就係集中翻係例如喺私執出版啊，或者集中翻係 RLG 出版啊咁之類。咁但係當你原來覺得其實當兩者活動嗰個差距其實原來唔係相當之中咁大嘅時候，咁你會覺得翻其實喺翻RLG 出版啦，定其實喺私執翻出私執先出版咧，其實嗰個影響係唔係咁大咯？即係就簡單講，我哋自己影響唔會太大咯，我覺得。即係其實兩邊嘅人流可能會差距，咁但其實入邊嘅人氣啊，甚至係賣量啊，大家嘅參與度啊，其實係已經係好接近嘅可以。係，咁我自己覺得就因為我自己而家仲係學生啦，咁其實有時候 RG 個期咧，可能對於我係學生嚟講就有少少敏感嘅，咁因為可能嗰段時期有考試啦，咁咁我就未必可能可以兼顧到嗰陣時出書咯。咁但係RG 個時間咧，咁雖然我個時間冇話好長，可以好似斯德嗰段時期暑假咁樣準備出本書，咁但係 RG 嗰段時期我就可能可以試一下啲新嘅嘢，即係短時間可以做嘅 project。咁咁呢個期即係對我嚟講都係好有意義咯。咁其實我今次仲想問可能小沙，即係其實好似頭先話都講過話有啲東方街啊，之前主題式嘅 project。咁其實嗰啲其實會係點樣去做 grouping 嘅咧？你係會其實即係點樣有呢個概念出嚟咧？其實係當初咧第一屆嘅時候咧，有個女仔走埋嚟問我，就話我想同咧十幾個朋友咧黐埋一齊啊咁樣。咁通常啲人話即係兩個攤位連埋一齊都係。兩三個檔咁就算㗎啦嘛，都未做一有啦。咁哇，你擺多兩條街咁樣，咁我就話咁就不如俾啲人搞下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先咁樣。咁所以最初其實都係咧有東方㗎啫，即係係咯，即係我話可能男仔各方面嗰、那個點講行動力會比較高少少啊。
係啊，咁所以一開始到而家都係繼續係咯，有東方見到東方咁樣係啦，咁都係同翻佢哋嗰個。搞手聯絡先啦，咁就話總之我哋兩方面互相幫住大家，你有咩需要我哋都會支援翻咁。但係基本上好多嘢嗰個決定權咧，都會放翻喺即係俾翻個搞手做嘅。因為咧好多個呢啲人咧，有時就會想搞一啲咁嘅叫做 only event 嘅人，咁但可能佢哋唔想租場啊，唔想負責即係其他臨審嘅嘢，佢只係想有一堆同好喺埋一齊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利用我哋呢個咁嘅類似服務嘅嘢去做咯。其實我都有幾深刻嘅，即係你即係除咗講東方之外咧，其實上屆 RG7 咪有個女僕。嘅即係成條街角女僕噶嘛，其實嗰次咧係好似如果冇記錯係有日本嘅組織啊，同埋日本嘅真係日本嗰邊叫做英國 Maid 協會嗰邊嘅人派嚟㗎嘛，應該就係有日本、台灣、香港、大陸，應該四地嘅人係咯。係因為嗰次咧佢係有即係搞手嗰邊我哋都有訪問啦，我哋同埋我哋都有訪問過佢咧，其實佢哋都話今次即係佢話可以即係四地咁樣嚟咧，其實係好難去喺一個同人 event 度夾到四地嘅人啊，同埋四地嘅人即係走過嚟呢邊係介紹翻女僕文化嗰邊，同埋攞曬四地嗰啲咧女僕佢制服咧，咪俾人影相嘅上次。咁嗰次嚟講，佢哋話其實係越做越嗰、那個規模係越嚟越國際化咯，感覺上就咁亦都其實佢哋都講啦，即係我哋都訪問咗佢哋日本嚟嗰位英國女僕文化協會嗰邊啲人咧，咁佢哋嗰位即係嗰兩位啦，就佢哋都話即係因為三一打後其實都幾困難嘅，佢哋要過嚟，咁佢哋其中一件 Maid 服係喺唔記得北海道定係即係。日本搞東北邊嘅 Maid 嘅餐廳嚟咧，其實佢哋都話係今次係好難得嘅。其實佢哋講翻俾我哋聽，其實今次我覺得話 RG7 嗰次係即係更加係一個 step up 嚟嘅咯，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宣傳到一個文化嘅主題啦，可以話係。同埋國際化開始係。嗯。咁嗱，但係好似話而家依啲咁嘅街，因為其實我見到越嚟越多唔同咧，即係好似今屆咁樣，直情係有即係中國嘅《盜墓筆記》啦，嗰本小説嘅一條街啦，咁同埋仲有呢、這個《閃耀殺人》係咪應該係？我冇記錯應該係。仲有《東方動物仔》。係啦，係啦，呢個東方經常出現嘅。咁但係其實依啲即係依啲街係咪跟住之後都會係越嚟越多人都會想同即係 RG 嗰邊申請話啊，我都想有一條即係我哋 group 咗一班人都想有一條街咁樣去。其實都唔會話好多嘅，每一次咧都係大約二至四咯，我會話。而有啲人咧係會中途咧退出咗嘅，所以即係通係啊。咁我都試過執過二攤咯，即係話咁。我搞咯，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個投入度一定唔及即係嗰班自己親力親為嘅人做咁好咯。因為始終即係所謂呢個圈嘅，成日都話有愛啊嘛。嗯，冇錯。我都冇愛，我都對嗰個作品冇愛，咁我就唯有即係叫做負責任地做完佢咯。嗯，係啦。咁不如嗱講翻嗱就係今屆啦。咁四月八號啦。咁就會係 RG9 啦，咁其實今屆又會有啲咩特別係想介紹俾我哋啲聽眾聽嘅呢？今屆啊，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就真係一隻叫做 Precious Memories 嘅 card game 啦，咁佢哋會過嚟，咁雖然係都係以贊助形式啦，咁但我都覺得好多嘢做到囉，佢哋會有即係職場做好多嘢啊，同埋我好開心有一個咁嘅商品，因為第一次有一個咁嘅商品，即係唔係繪圖版啊，即係。真係有一個動漫畫嘅商品，真係入嚟啦咁樣。即係預期話我撥出一個地方做一堆 figure 嘅展覽，我寧願撥出一個地方俾一個咁嘅商品，咁大家多啲人一齊入嚟玩，同埋咁樣應該係可以吸引到多啲即係中意玩卡嘅人士，或者收藏一啲 ACG 作品嘅精品。佢哋未必會嚟同人場噶嘛，咁亦都一個好好嘅機會去俾佢哋去認識一下我哋究竟係乜嘢咯。其實會唔會 pick 一啲地方，到時俾人玩下卡 game 啊，附近咁樣啊？都有啊，都有啊，即係我哋咧開嗰個範圍俾佢哋係大過平時嘅商業攤嘅，咁我預嘅位置係即係二至三倍嗰個空間俾佢哋咯。咁除咗卡 game 之外，咁今次即係頭先好似都講到一啲主題街啦，咁仲有冇啲咩特別嘅活動呢？有個好悲哀嘅活動就係、是，即係都唔係好悲哀嘅，就係、是我嘅 RG shop 咧，今次就會最後一次參展咯。點解咧？因為即係我都決定咗，即係呢個活動之後咧，咁我就唔。
會繼續經營落去㗎啦。咁所以即係今次我會即係個別會多啲搞啲抽獎啊，啲嘢都平平地賣出去。上次咧我哋搞咗一個咧好日本形式嘅咁嘅搞下搞下，咁有粒珠會出嚟咁樣，跟住中咗獎會搖嚟搖啷啷，係啦，咁一個抽獎，咁其實哇反應好熱烈喎、哦，熱烈到咧。塞住咗我自己個入口，即係塞住咗 RG 自己個場地入口咁樣，即係見到啊都好多人想玩喎、哦，而啲獎品派曬嘅時候咧，咁啲人又會好嬲翻嚟咁鬧下我哋，咁即係哦，即係好多人想玩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即係呢方面會再搞大少少咯。嗯，我記得如果你講 RG shop 咧，我記得嗰陣時我去過幾次啦，咁啊入面都有幾個有幾樣嘢我都記得幾特別嘅，即係例如嗰陣時 Lucky Star 幾紅噶嘛，咁 Lucky Star 咧有啲蛋糕仔啊，咁同埋。這個 Miku 的大葱餅我記得我都是問過的、啊啊、那些人呢通常問完呢就不買的了，那我們呢就會等到他過期呢之前那一天，那大家呢就喊著這樣打開來吃了他就算，然後他們經常都罵我為什麼你入完這些房都沒有人買不是大家是好奇，但是通常這些即是說起這些 AC 食品其實真的大家買完之後 是真的不會吃，除非你買給人做禮物咯，是啊，不是你真的不會但這些東西呢其實呢我依啲即係依個題外話少少講嘅就係，其實啲 friend 都會幾驚依啲所ACG 嘅食物，因為其實咧就問題就是個期嘅問題，話究竟擺咗幾耐咧？其實喂，阿爺咪亂入啊嚇！你唔叫過分㗎啦，嗰啲做咗好多年鋪頭嗰啲擺喺櫥窗嗰支嘢，可以到期六七年嘅，啲嘢發緊毛嘅。走嚟。咁人哋想儲個樽啊嘛。傳説中嘅聖靈藥咯，依啲咪。唔係啊，其實咧又係你都賺得嘅，室友群嘅大白米講完。但是你話如果依啲其實依啲我諗相信都可以炒熱個場個氣氛嘅，我相信依啲真係係啊，即係你放喺度俾人笑一下、得意一下、影一下相咁冇乜所謂嘅。係啦、啊，最緊要即係活動嘅嘢都係中意開心嘅啦，依樣嘢就係啦。咁、啊、我哋呢一節去到依度啊，咁我哋下一節咧就會開始咁啊。頭先講翻一個重點嘅活動啦，就係、是、呢個 PM 卡嘅宣傳嘅活動。咁我哋就會請到玩家代表嗰邊、星矢嗰邊都會嚟同我哋講一講嘅。咁我哋下次翻嚟。星矢嗰边都会嚟同我哋讲一讲嘅，咁我哋下次翻嚟。星矢嗰边都会嚟同我哋讲一讲嘅，咁我哋下次翻嚟。